但是呢，下去之后人口的市值整体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澳洲股市在昨天虽然有0.2%的涨幅，但是幅度依然是比较小的。那么在其他方面呢，中国 A 股表现在昨天呢，上海和深圳上涨稍微多一些，上海达到了0.84%，深圳达到了0.77%。欧洲三国的涨幅也都在0.2%至0.5%之间。那么美国股市呢，昨天并没有出现再一次的上涨。昨天道琼斯、纳斯达克和标普500整体来说变化呢，几乎来说是原地踏步。在其他方面，黄金价格昨天呢是跟这个股市不同，是出现了30美元级别的暴涨。黄金价格从1200附近直接是上涨到了1230美元。那么石油价格呢，则并没有出现太大波动，目前依然是在48块美元附近。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新的，我们说到的热门话题就是呢，这个到底是地产和金融，顶级富豪中，他们是靠哪一种来致富的？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那一部分人呢，很多呢都是应该说是靠着股票或者是金融来积累财富的，而靠房地产来达到世界首富呢，似乎并不是占的多数。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呢？如果我们以这个全球的排名来看，包括了著名的第一名、第二名，像之前微软的总裁比尔盖茨，像这个巴菲特，像以及呢澳洲自然而然是矿业的老板呢，矿老板是首富，法国 LV 的这个卖钱包、卖包包的首富。到了中国以外呢，虽然王健林是之前的万达地产，但是之后呢，他也是以万达的商业地产起家，啊，或者说是商业地产来最终推上他的第一的宝座。那在他之前呢，包括马云以及呢中信后，都不是做房地产的。那为什么说呢，这个做房地产做不到世界的顶级呢？应该说很大程度上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房地产在我们周围的朋友或者说是身边的人好像呢赚钱都是从房地产赚，从股市里面赚的呢啊并不太多。所以说呢，大家有一个概念呢，就是啊做房地产炒房要比做股票做外汇赚得更多一些。那么这一点其实是一个误区啊。我们知道呢，很多时候啊我们说的炒房啊，其实呢是用的是一个杠杆。比如说你投入的首付资金是20%，买入一套房，实际上呢你就是利用了5倍的杠杆在投资这个房地产。但是呢，通常我们在做股票或者是做其他投资的时候，金融市场里面呢大部分人并不会使用到杠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你就是用一个使用了杠杆的产品去对比一个没有使用杠杆的产品，这样的反差自然而然就会。那么我们还有一点呢，我们知道的是呢，在这个金融市场里面，股市它的变化经常是有涨有跌，而房地产呢，从长期来看，它的基本上的话，它的规律是稳定上升，可能是说在短期内有一些回调，但在绝大部分时间，它依然是保持一个上涨。所以说，在大部分人的概念里面呢，房地产似乎永远就是能够赚钱的，而金融呢，搞不好就会亏钱。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呢？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个问题细说开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啊，绝大部分我们说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包括了股市里面的股民，大部分人可能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投资者，应该说他们只是一个呢短期的炒家。我们平心而论，绝大部分在中国，比如说买股票的人，你肯定买了以后呢，希望这个股票在短期内最好有几个涨停板，之后呢赚了钱就可以卖掉了。那有多少人呢是有这个打算长期持有的心态？那如果没有这种心态的话呢，我想说，那么你在这个市场里面呢，你只是希望赚的是快钱，你希望赚快钱，时间短，收益又要高，那势必呢风险就会非常之大，你所购买的产品很有可能就会必须到那种高风险啊、高波动、变化大的那些产品中。那自然而然，这种产品的话，一比较而言的话呢，肯定是风险有很大。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对比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觉得呢，这个投资房地产、投资金融，两种是我们常见的投资中，这个房地产呢是能够稳赚钱，金融呢可能是亏钱。那其实呢，
在真正的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世界上1%的那部分富人，有多少是靠着房地产？其实大部分人还是靠着股票。你一旦一个股票新股上市，把公司成功上市，或者说持有一个公司从初期到成长，那它的翻倍那就是以几十倍甚至于上百倍来计算。那这样的回报率，你就一个房子而言，在短期内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都不可能达到100%。那当然了，我这里也不是跟大家一定要说这个金融投资呢回报率会高于房地产。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呢，我们普通人做投资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两句话，就是呢长短分开和高低分开。所说的长短呢，自然就是指时间，就是投资回报率、投资回报时间的这长短。有的你期望是短期回报，有的呢你自然要把它放作长期回报。那所说的这个高低分开的话呢，也就是说的是风险的高低分开，风险高的和风险低的产品要搭配分开对。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才能最大程度上能够使我们在长期收益中保持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风险。那今天呢，我们知道呢，最后投资者需要注意的事件晚上来看的话是11:30，加拿大的制造业数据，以及呢，到了我凌晨1点钟，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那么再来，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热门产品今天说的呢是英镑对美元。我们知道呢，英镑对美元，英镑由于去年这个脱离欧盟事件，使得英镑呢，从过去6个月来看呢，大部分是下跌状态。那我们看的这个图呢，也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是4小时图，我们上面写成日线图，其实是一个4小时图。那么在这张4小时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英镑的对美元的走势在2月、3月初的时候出现了一波下跌，一直到昨天之前，这个下跌呢都没有结束。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呢，在昨天英镑的一轮上涨之中，正式的是打穿了之前的下跌通道，目前是由下跌转变为一个上涨。所以说，对于英镑和美元大家关注的朋友们来说，目前可以着重考虑的就是英镑短期到中期的同比看涨。一旦英镑能够超过过去24小时的最高点，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呢，英镑很有可能将会继续上涨。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 Market 每日财经点评，我们下周再见。